现在是10月27号23:57，我李哥刚开车把我姐送到家楼下，给了我们俩一个惊喜，带你们看看啊。哎呀，小妹，我跟你们讲啊，刚刚我都走到我家楼下那样了，完了我妹夫说你回来你回来，我寻思给我拿啥呢，从车里拿着给你，就这种。我说你这干啥呀，他过生日了，生日快乐。完了随后又拿一出，这是给小妹的，这是给你的。我的天，我想问一件事儿。好了，别说话，哪来的钱？别说话，好了，不是，你知道吗，他完全不是那种浪漫的人，他就是感觉是给就这种。我这是多少朵呀？我这是啥花呀？等一会儿，这是什么呀？他上车了，落下来。不是，我这是啥花呀？你这个，我也忘了叫什么了，我也忘了。那你把话说，你没问。那个是我给他买的，是对，给你买这个也对，我不能给你买那个，我只能给你买这个。反正对劲儿呗，是吧？这是玫瑰花，这多少朵呀？不是，这我等一会儿我怎么形容一下它？它这叫什么？它叫什么呀？关键是它一点都不浪漫，你知道吗？它就是给你拿给你，完了这个给他的，就这种，就是很随意，就感觉像拿个什么东西给你个什么 plus 似的，给你这么交给他了。然后现在是，哎呦，现在是23:59，还有1分钟我俩过生日了，我得靠到点儿，不行，这不能提前收。那我先上车行吗？行。你也上车，进入倒计时啊！现在是10月28号00:00，来，生日快乐，你们两个，来比个心，来把钱交出来，私房钱交出来，没有，我的妈，这叫木头嘎开窍了是吧？真的，怎么？关键是我也有礼物啊！快！这个真是惊喜中的惊喜啊！我妹夫这么些年来从来都没有，他竟然送花！我跟他认识这么多年，我第二次收到花，第一次收花那是我俩处对象的时候情人节买的11朵花，也是刚才那形式给。啊，你为什么给东西你不说来？那个马金黄生日快乐，来媳妇生日快乐，为什么不这样式？你直接这样给，就这个方式，为什么呀？不好意思，害羞呗。来吧，给我吧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谢谢啊，谢谢我妹夫，这我妹夫吐血了，哎呀妈呀，感谢，拜拜，拜拜。李哥终于拔毛了，谢谢啊，谢谢铁棍姐。快走吧，太晚了。家里有蛋糕吗？没有，真没有，光管花的，明天得熊我姐夫买蛋糕，一个买花，一个买蛋糕的。我本来想给你俩买巧克力噻，我因为太晚了，因为没有钱了。不是，那不是那巧克力钱，我就是可以省下来，你可以给我们俩了，我们俩自己下馆子。巧克力太晚了，没有开门的了。